老师直接帮我把一些那些代表出高兴的在里面，最高有没？所以呢，他有高兴的体验，你再来我们等一下他来有上线的，哦啊，不可不方便才说上线的哦。那之前呢，那个放他提上来，因为之前呢，那一般都是来道歌啦，道歌解释。啊，我讲吹着一条歌呢，这条歌我阿毋是咧解释，我慢慢慢慢听过，是咱济公老师家己写词，家己写调，家己唱的。你讲感觉奇怪，迄济公老师的较是家己的小歌，我放来困难就跳啦，哦，放来困难。放来湖南文庙边的，我感觉哦，这条歌的意境有够深的，啊，唱的真正会感动着咱的人。
今天这不是何解？